看有 Sunrider 仙妮雷德冠名赞助的金头脑。马上就要进行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向前往，来，这个 Ray 跟威林就有机会可以获得高达1000元的奖金，有没有信心？有，但是我想说走到最后这一关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两个把我们所有的知识都用到了。哎，对对对对，没有，真的你说真的很不容易，是我同意了，真的很不容易了，你们两位、啊、现在想想这个小时候这个家人让多读书是对的。哎，对对对对对对，多读书是对的，但是有运气还可以获得，还有机会获得1000元啊。好的，这个在我们进行这个单元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来宾就要介绍，就是我们的 Sunrider 的朋友 Vice President of IT Jonathan Chen， welcome。Welcome. Want to say hello to everybody out there in TV land? I'm very grateful to be here to represent Sunrider. Yeah, very good. 这个其实私底下，其实我的中文说的比 Jonathan 好了一些吧，所以 Jonathan 就说，好吧，你负责中文，我负责英文的部分。You got all that?Kind of. Always smile, go like, ha ha, white guy. 好的，这个 Jonathan 的手上呢就有三张牌啊。来，蕾蕾啊，其中一牌是很重要，这两位弟弟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来，对，中间有一个牌呢非常 special， 它叫 Power Seven。Yeah. 如果你们抽到这张牌的话，是一个免死金牌，不管你放到哪里，那一关你就过了。意思呢就是不管你们再笨，还是有机会过关。对，是的。这个你懂吗？It doesn't matter how dumb you are. Get the right card and you got a chance. 哇，怎么这么讲？可以啊，我是主持人啊。来 ，Jonathan, we're gonna help them. We're gonna see if we can help them get the Power 7 cards. 哦，好，两位，你们要选哪一张呢？你觉得一好不好？啊？不要看我啊，我不会帮助你。Look at Jonathan. Jonathan might help you a little bit. 我觉得二。你看左边、中间还是右边呢？我觉得。最后这个吗？Jonathan, 好不好？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thinking about this one. Are you sure? 反正就一把嘛。No. 没有人知道。Are you really sure? 最前面那张。哪一张啊？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one too? Jonathan 怎么样都说 Are you sure? This one. Are you really sure? 其实 Jonathan 只会四个英文单字 Are you sure? 跟 Are you really sure? 好了。这个刚才选的，我觉得是最后。No, 不是，这张不，节目只有，节目只有一个小时。不，我选最那边。好了，这一张啊。好，听你。They're gonna go with this one. You okay with that, Jonathan? Sure. Are you sure? 这一张要放在哪一个位置呢？ Where do you want to put it? 如果不是，那就放后面一点喽。第二个，好，就放在第二个位置，好吧。那接下来呢，就剩下的这些这个牌子呢，我们就要放上去。来，第几张放在第几个位置？你要选，就选哪一张，随便放哪个位置。我如果哪一次说他们笨，我一点都不后悔了。随便选一张吧，我选三。第三张放在放第三个位置。好，第三个位置来，第一张放第一个位置。好，第一张放第一个位置。好。最后一张放最后一个位置。哦，现在懂，终于懂了。Ray， 你来了。那你也不要乱来啊，大哥。倒数第二张放第二个位置。好，再来。那最后一个我来，一人。啊，我选最后一张，最后一张。1、2、3、4、5、6、7。第七个放在第四个好了。这个。第七个，从这里1、2、1、2、1、2、3、4、5、6、7，这里的1、2、3、4，第四个对。好，我要这个。指一下这个。创意人真的是活在他们自己一个很特别的世界吗？好吧，这一张就放在这个位置，搞定了，赢定了，哎，好了，赢了，搞定了，好累啊，好累啊，还好你们有才华，要是只有50的话就算了。来，我们现在看看第一张，来，比七大，比七小，我觉得第一张，这怎么猜得到？搞笑！小了，小了，先小了，小是吧？我相信你们，哎，这次我们好好合作，好不好？中心的朋友们，小是不是？小，小吗？来，1、2、3 ，Lucky Seven！ 你们去哪？哎，兄弟们嘛。好，100块啊，100块不错，100块终于没有好了。对做音乐人的来讲，100块是很多，好，50是很多泡面了。
来，你们要继续吗？继续的话，继续，约到200块。继续，来来来，只有50块啊！来，我们很贪心的。第二张，来，比鸡大，比鸡小，什么意见，各位？我相信你们。我觉得我们没办法负担这个责任，所以接下来钱太多，你自己来吧。五小好不好？四上厕所。三小。来 ，Lucky Seven。猜中了 Lucky Seven， 我选的。好了，蕾蕾，目前奖金多少？200。奖金多少？200。200。好，你们要把200块带回家吗？继续，真的要继续啊 ！Yeah。Hold on。Of course。哦，不要继续。哦，不要继续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讲这个完全没有意思，但是会给你们一点压力。来，比七大，比七小，大，大大。来，我兄弟同意了。Yeah， 你们要不要帮忙？好贱啊！你是不是我队友啊？大，确定了。我们两个觉得是大，因为我们俩一直都是这样。你们真的有信心吗？是。怎么样，主持人就是没有办法帮忙啊？两位合作这么多年，没有，其实没有很多年，没几个月。来，比鸡大，比鸡小，你们说大。大。一、二、三，恭喜你们！啊！胜！可以了，我就是不听我。不断的给你们暗示，都没有说出来。对，所以就叫做暗示不能说出来，如果说出来就是答案，不一样。不过还是恭喜你们，你们获得100块奖金。谢谢大家，请吃饭。好，我们再次请我们的购物女王珊珊出来颁奖，谢谢珊珊。来。Let's have Jonathan give them the prize of $100. 谢谢你们。好，这个，哎，下个礼拜珊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要看？下个礼拜呢，就会有精彩的2015东森新人王。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喜欢我们的参赛者，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最后呢，我要特别谢谢今天来参加比赛的所有的新人王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你们很棒哦。这个呢，也要谢谢蕾蕾今天来当我们的精彩。Thank you so much to Jonathan， 还有你们两位，还有呢，当然我的 co-host 珊珊，你最棒啊！最后呢，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对这一季的金头脑的支持，我能为你们服务，我好开心，也很荣幸。谢谢你们收看有 Sunrider 仙女雷德冠名赞助的金头脑，奖金大，有本事你来拿！谢谢大家。赞助 Sunrider 仙尼雷德，荣誉赞助 Scepter 塞普特精品电视，许氏森业集团，金兰食品，长荣航空，感谢特约伙伴。